GoPro 拍照。哇 ，look at this mountain, huge, and the trail is the trails are looks very steep.前面第一个红色的是大神，第二个蓝色的是杨芳，第三个是海龟派岛主。哇，现在人多一些了。这个时候，两个雪橇并在一起的这个，就显示有优越性了。对，它可以穿越那些包包。对。等一下，走走。哇，那些小孩走上坡呀。往哪边？往那边走吗 ？Sorry， 好、哦，往这边走。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哦，耶、yeah, ，走。快下来了，下来，走，走啊，刚刚那个，这个啊，刚刚那个很过瘾，那个雪。对。还是靠这个，还是一直滑下去、哎。我们刚上过那边没有吗？不是，那边上过吗？那上面就是那个，那个最上面就是那个慢的，那慢的那个气儿上。刚才我们这底下右手边有两个 lift， 不知道有没有开。一个是 lookout， 然后刚才靠这边。
但是你看那个切尔好像现在没开，刚才好像不，刚才右手边我不是说这一个。那你带路吧。还有一个。不，刚才右手边有一个叫 Little White Face， 还有一个叫 Mountain Run， 两个 lift。哦 ，Little White Face 就是到广州的地方。不 ，Little White Face 就是到广州。上广多尔的。哦。这两个是上广多尔的，那我们是吗？只有 Look Out 和 Summit 是上这个 Hike。OK。虽然那比较慢，但是这个上比较高。走吧，走吧，给你走走。还是坐那个骑慢的车了。对对对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好啊。这地方你看都是 slash， 这草湿啊 slash。在一起，对，这是我的撑法，而且你还可以调整高度，对。Summit Hard。GoPro 停止录像。